点小火冷，小火冷。怎么？其实如果是之前的话，不好意思，故意用黑板。其实我给你时间回答你一个问题，然后我用黑板我这个小地方，就是你的路都很大很宽，然后超级的，五百分。可是因为今天我走了，我想好100万，不能紧张，真的有的看吴玉玲，你赶快看，就是比较想就是今天走一个三，哎我拍多好，不是有一个三，今天就是三多，三多，帮我叫徐宗彦，徐宗彦，加快跟我快点啊，徐宗彦走了，今天走到一段好像是三多路。等一下，这个菜市场的菜，我里面这个聊棒的，这个聊棒的，这个地方，你怎么可以好棒哦？可以跟他说送生日礼物哦，做一季啊。那个请工作人员把椅子拿上来一下好吗？哎，手。